不怕，你长大了，每个女孩子长大都会这样，兰兰长成大姑娘了。好，坚持住，用力，好，用力，慢慢松气，坚持住，松气，来，再来，好，快了，再坚持一下，松气，用力，用力，好了啊。又离电扇那么近，吹坏了。费了半天劲儿，就为了痛快这一下。你也来吧。青青，我还没发现，你脖子长得挺棒的，像画报里的大美人儿。哎，你看看长痱子没有？说你胖，你倒喘上了。48床晚了7天了，再不做剖腹产，怕大出血就危险了。他男人不让，说是留疤难看。哼，混蛋，他女人的命都快保不住了，叫他自己来生，疼死他。听说国外正研究男人怀孕的事儿呢，这事儿要是弄成了，妇女才算彻底解放。对。叫他们也怀胎十月，然后产前侧切、剖腹、动刀子、缝针一块上，女人受的罪呀，让他们也试上一回，以后世界也就公平了。哎呀，辛苦，太感谢你们了，太感谢了！来来来来，喝喝喝！哎，对不起 ，B 超还说是个女的，可你们给弄出个男的，嘿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哎，同志呀，谁接的生啊？那脖子好看的那个。哦，来来来，先生，这是第一块儿。那这是第二块儿。哎呀，正配正配，像天仙一样。哎呀，你们瞧，多水灵啊！鸡汁儿、牛奶，给。我还没刷牙呢。你又忘了，先吃饭后刷牙。路过书屋的时候，把这个还给李长伟。你自己还呗，帮姐姐一回忙。等放了暑假，姐姐带你出去玩。真的？说话算数。61分，你可真会考。我哥说课程要优选，反正我将来是学医的，数理化和外语好就行了，学历史有什么用，及格就行。没历史哪有你，我是我爸我妈生的，又不是历史生的。我哥说历史最没准，只有科学靠得住。我老觉着我是我姐姐生的，不科学，太外行了，连一点医学常识都不懂，将来最牛逼的是医生。没意思，跟我姐一样，整天和大肚子女人在一起，
还得哄着让他们别哭。得了吧，那叫护士，学医的得当博士。三毛玩了一辈子，全世界都走遍了。你看过他的书吗？我不看闲书。三毛八岁就谈恋爱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大胡子，那个大胡子会潜水。八岁？啊，别逗了，八岁哪来的荷尔蒙？去你的。再见。再见。我都躲你了，干嘛挤我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刚换的新衣服。啊，我去擦擦。别擦了，别擦了，越擦越脏，让我怎么回家呀？没关系，这么晚了，没人看见。我要扒你那个身影呢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家。算我倒霉，不收你车费了。算我倒霉，不让你赔衣服了。一直往前走。泡泡糖。前面往左拐。让我下去！让我下去！停下！让我！啊！来过例假。他有什么口音？他的脸部有什么特征？他的手被你咬得厉害吗？
爸，输了赢了。什么屌玩意儿，不是正经人看的东西。你就不会弄点好书看看？哪有好书啊？好书多的是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《无敌鸳鸯腿》，多好的书啊！哪本不比这个强？什么男的女的乱七八糟。你手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坐那干什么去了？哎，你过来，坐下，别编词儿，说老实话。弄车玩玩。偷谁的车？东海饭店门口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的。车呢？扔了。你还嫌我事儿少是不是？要不是看在咱妈的份上，我非把你狗日肥我给你锯了去。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是这样。哦，好。今天凌晨五点，东海饭店的人报告说，他们的车子被盗了。刚才钓鱼的人发现了他。这辆车的车型和牌号与被盗的相符。还有别的线索吗？钓鱼的人说，这辆车整个外形……车座下面有份杂志，你看，情景书。除了绳子有点怪味儿，你有没有其他反应？就是说，有没有出现过口干或者流泪的现象？把这吃了，没关系，这是杏仁。是这种味吗？这个。非得这样吗？想想看，是这种味吗？不知道，我的嘴都勒烂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哪能知道啊？哎，就停这儿吧，我们自己走回去。哎，停下，别往前开了。受到袭击的时候，应该是歇斯底里了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玩命喊，懂吗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开始。好，婷婷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捣什么乱？找我的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干嘛呢？女主角跑了，让我替她配音。公安局已经找过我哥了，我哥说，这种杂志是一个月前进的，200本早就卖完了，根本记不清买主。再说这种书都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也不一定就是罪犯买的。哎，我哥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我问他话都不爱理我。哎，青青，我哥是真对你好啊。哪本？这本，一条来自北方的色狼啊。啊，这本啊，怪胎啊，揭开。不要这本。哎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拿来啊。好，你钱正好啊。哎，
都是畅销全世界。买那本吧，买那本吧。哎，坐这儿。啊，这本书多钱呢？哎，一块二。啊，一块二。怎么样？贵。这还贵啊？这多厚啊？这书，两面全是彩色的。啊，那要不要？给你钱。青青，你把这招牌换了去。你换不换？不是，这招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找他卖。青青，大家，青青，哎，你别这样，哎，你有话跟我说的，说。哎，青青，哎，你怎么？你先别生气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慢慢说。哎，青青，哎，大家，对不起，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把我书撕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是交了他们家出点事儿，心里不太痛快啊。心里不痛快，不能撕我书啊。哎，这怎么办吧？我给你换一本啊。哎，你看这本怎么样啊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再见啊，改日再来啊。哎，改日再来。撕什么呀？一把火就完了。我陪你。全市几百个书摊儿，你撕得完吗？纳粹分子躲到天涯海。40年后，照样被抓起来上绞架。再说，那家伙也跑不了那么远。我那天晚上要是去接兰兰就好了。哎，公安局怎么说的？他们能跟我说？其实，他们掌握的，我也掌握。第一，可能到书屋来过；第二，本地口音，是个司机。留下了脚印儿，还有兰兰咬过他，可能在左手留下伤痕。还有，哦对了，爱吃口香糖。麻烦的是，只有兰兰能认出他，而且当时天黑，还不一定认得准。兰兰得上学呀。青青，你父母他们知道了吗？
见日本幸运小说家渡边淳一的力作，请看《饥饿的爱欲》，暗地的拼机，热烈的欢情，谁要谁要谁要书，哎，哎，同志买一本吧。好，给，你看吧，找两毛钱啊，谢谢啊。谁要书谁要书啊，这是日本幸运小说家渡边淳一的力作，请按《饥饿的爱欲》，暗地的拼机。你们俩倒像是约好了的，我接完他又接你，他比你早到四个钟头。是的，我们应该回来吗？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不回来吗？哎哎，是啊。啊？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谈吧。你总得让我们先看看兰兰吧。哎，啊。安静点，安静了。你们李老师病了，由我来代课。课程是校外长跑，跑的时候要注意呼吸节奏，到四平路转折点就往回跑，要注意安全。这个女同学，你怎么连鞋都脱了？光脚跑得快，佐拉巴德就是光脚。老师，他叫佐艾丽，和佐拉巴德是一家子。严肃点。后排那个没有脱衣服的女同学，出列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为什么没有脱衣服？是不是你家长没给你买短运动衣？跑出校门就要代表我们的校风。报老师。啊。他有点特殊情况。除了这个女同学，其余所有同学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好，跟上，跟上，散开。你自己先练练投篮吧。一个月能挣多少？不到三年，本钱已经回来了。开这么漂亮的车，你得抽洋烟，喝可乐。赵啊，代管一下。哦，啊，还得穿他这种衣服，那才配套呢。你是越老越翘，咱车队就你先富起来了。哎，谁叫你不早点退休啊？出满勤天天干，还是城里八毛，郊区一块二，你没干够啊？叔叔，能给根烟抽吗？嗯。这，哎哎，老赵，你早该学我，还能为四化发挥点余热，是吧？哎，叔叔，你说我会被拘留吗？什么事儿？就玩玩牌。哦，赌博。哎，谁不玩啊？我爸我妈，我爷我奶，我哥我姐，他们全玩，干嘛单抓我？你说多冤呢。进门先把你们家招了个遍，我看不冤。你怎么不招同伙啊？他们把钱赢了全跑了，你说这不把赢家抓来，单把我这输家弄来，这我本来就够倒霉的了。把你抓来，你把他们一招，抓住他们好把钱退给你啊。真的？哎呦，叔叔，您别拿我开心了。您这油得买高价的吧？买油，没那么多钱，到时候我帮你搞辆车，一个月四五百吧。真的？嗯，那我搞上一两年，也能给我孙子买架钢琴了。嗯，差不多。如今兴这个。报告队长，拉西，憋不住了。听见没有？起码是二进宫了。真憋不住了。走走走走走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好。老爸，你把零件再不买回来，这活可没法干了啊！你跟我说顶个屁用！
银行说咱们的支票都透支了，我看咱们这摊子没准头了。哎，主任，给，歇会啊。哎，把油盆子盖上。给。老板今儿不大对劲儿。他俩肯定牌照上没清。那算什么，老板让公安局给传去了啊，回娘家了，搞不好又要抓人了啊。弄不好是小教堂那档子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把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子给闹了，听说还是司机给开车骗去的。毙养的，抓住这块就直接毙，一个这个一个小偷，家里养着千金的都叫小心，我那可是带把的。你跟你老婆闹了三个月，八成是你小子造的孽吧？我造你小姨子的孽，我怎么操！哎呦呦呦呦！别捏别捏，捏坏了您要不成小弟弟了。哎呦！过去生男生女被认为是女人单方面的事情，这显然是一种封建迷信。实际上，生男生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好，同学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报告。起立。杨老师，你的说法过时了。这是讲义上写的。那就是讲义过时了。黄晓林同学，你发明了什么新观点？不是我发明的，是书上写的。写的什么？能念念吗？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让同学们了解了解新观点也好嘛。瑞典医学博士本格哈里森的研究表明，人类控制后代性别的前景已经在望。众所周知，决定性别是染色体 XY 与 XX 这两种精子游动速度寿命有很大差异。另外，女性分泌物的 pH 值对这两种精子的活力与寿命也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卵子处于等候状态，携带 XY 染色体的精子先到达，则生男可能性较大；如精子处于等候状态，携带 XX 精子因寿命较长，则生女可能性较大。黄晓林，你就是 XY 了。是啊，你也是。所以排卵的时机很重要，也可以说受精的时机更重要。我才不怕呢，出了院就跟他离婚。哎呦，这孩子真咬，哎，跟他爸一模一样。一怀上孕，家里人就像填鸭子一样，恨不得孩子比猪还胖，结果胖的生不下来，不是难产就是大出血。哼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青青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刚才多危险！干咱们这行的，一进产房就是两条人命，可不敢马虎。从明天起，你把我全调成后夜班。你别老想着那件事儿，其实，兰兰只要神经系统不出问题，心理上不落毛病，就不影响将来结婚生孩子。再说，以后的年轻人也不会在乎这事儿的。我记得一本杂志上提到过这个问题，我想想，是在谁那儿看见的？哎，青青，兰兰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待会儿再走。兰兰，你干嘛去？回家呀。你姐姐今天没来，我不等她了。你自己回家太危险了，我送你吧。你自己回家才危险呢，跟着我干嘛？谁让你送了？什么呀，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兰兰，
你把书还给李大哥吧，这书挺贵的，而且人家是要卖的书。这书是他送给你的呀。我哥不让我要别人东西。兰兰，我来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不是原来那本，是我哥新买的。正好，你在李长伟那儿等我，我回家和他俩谈点事儿。兰兰，门外的书摊儿不是挺红火的吗？怎么撤了？我马上要当人大常委了，在选民面前我要表现表现。本来嘛，就不该卖那些玩意儿，毒害青年。不怕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年轻人不成熟，爱感情用事，怎么不怕？你在我这儿最起码看了有100多本书了吧？不还是一身正气？可见人这玩意儿，只要心里美，什么都不怕。再胡说，我封了你的店。这个，这本破了。嗯。你要不要？看看，88年新潮，以你这种富态为最美，流行全世界。这书不错，健康。哎，你起码可以变400种发型。回去慢慢看啊。走好了。哎，慢走啊。兰兰，医学博士没一块来玩？你怎么了？食堂老吴只给大家道歉，还给了汤料。哎哎，拿一份。又整理出100多张照片来，叫老赵接陶兰兰来辨认吧。行啊，照片那东西啊，不大靠得住，有的是前几年的，也不定留什么头，穿什么衣服。嗨，好办，带上陶兰兰，跟着我们一个个单位、一个个人进行辨认，这该靠得住吧？你说笑话呢，那不丢人吗？哎，老赵，需要的时候就得这么干。等将来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，我要是他爸爸，好，也不乐意你领着孩子到处转，对吗？嗯，对对。他不跟着我们转，还能把怀疑对象挨个往家领啊？他父母要把孩子领走了。我知道，哪能听他们的？听你催着破案，人一走就麻烦了。我管得了你，可管不了人家父母。费得那么大劲，以后就不好办了。好办也得办，不好办也得办。小刘，你老在开车的身上打主意，不大对头啊。怎么不对头？又没怀疑你老赵。去你的。哎，老赵，你有什么高见啊？那天在现场我注意过轮胎印儿，那家伙到了3把方向才跑开，把车丢在验尸胶那儿，既没拉手闸又没关门，不太像正路子。哎，犯人可是在作案，又不是在出公差，他能把杂志忘在车上，就不能忘了拉手闸？当然不能肯定，我是有那种感觉，不大对头。哎，破案又不是在感觉，是在范围。你总不能来一次人人大过关吧？哎，你这案子还算有个范围，我那儿连点线索都没有。我这也是瞎说。添点水吧。嗯，不用。如果他硬带你走，你去不去？我和你一块儿去。我不能去，我得找那个人。姐姐，嗯，兰兰，你怎么学得吞吞吐吐的？有话就说。我又看见那个人了。谁？就是那天晚上那个男的。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我刚才来的时候他就在那儿。他往哪儿去了？他就从这儿走了。你看清没有？好像是。
你怎么不去叫李长伟啊？我听你说过，你看不上他。那你为什么不砍人？我害怕。笨蛋，你活该倒霉。姐姐，你过来，坐下。哥，又输钱了。你偷车那天晚上，小教堂出了档子事儿，公安局传我了。幸亏有三个人可以证明我的打牌，要不然……哥，好汉做事一人当，那事是我干的。还真是你干的。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咱妈生的。你打牌输了钱，拿我撒什么气？这什么女人不能搞，非干这号丧天良的事儿。就你这号鸡脑子，进了监狱也是睡马桶的料。你还敢穿这身衣服去逛马路，你倒是挺为警察想的。脱了，全脱了，倒汽油烧了去。哥，这新买的。你少废话，换上，把鞋脱了，也一块烧了。拉扯你长大，养了个畜生。哥，你不是说劝赌不劝嫖吗？我扇了你，我再打我可急了呀。哎，这个人还在啊，就更危险。哎，隔两天，你跟你妈到上海去躲躲，等把罪犯抓着了，你再回来嘛，是不是？他们要是欺负你，你就给妈妈写信；要不会写，就找你舅舅写也行啊。别说是他这么小孩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大人，见了亡命徒谁不怕呀？北京马路上的车，我就亲眼看见，光天化日之下拿着刀就捅着售票员。周围没人敢吭一声的。谁要吭声？到学校，那不是白跟那些同学，谁也别斗气，只管好好学习。祸从天降啊！将来怎么都有了，谁也没办法。每天放学回来，先把书。我看，只有将来他长大了，再结了婚，他就明白了。人啊，不忘掉点事儿。就没法活下去。嗯，我要能忘了兰兰这事儿，活着就不算人了。行了行行了，抓罪犯那是公安局的事儿，就根本不是你的事儿。兰兰是公安局生的，是你公安局养大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让兰兰听见。兰兰，兰兰，给姐姐再见。青青，哎，别开车嘛！青青，开车嘛！青青，要开车了。兰兰，青青，哎，青青，青青，嗯，老曹，快点！你看，亲戚把兰兰给拉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把拦住了？哎呀，人从你身边，你给拉走了，你还赖我？这，哎呀，你快点！林晨，林晨，七号，中下铺，两个行李你帮我照顾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快点吧，少说。行李在底下，两个东西，两件，拜托。你呀，从小就任性。我跟你母亲。兰兰睡了。你看青青，那年你赶我们走，硬要留下来带着妹妹自己过，闹得死去活来。
我们拗不过你，也觉得问心有愧，就依了你。其实，当时你要不那么拗着性子闹，也不至于。说那些干什么？那年我得了甲亢，你和兰兰天天到医院给我送饭，陪着我。你爸爸忙，没时间。好吧，明说吧，我是再也经不起别的什么事了。你们现在的处境都不好，兰兰还是跟我走好。你呢，以后我想办法把你调到上海去。我可以给兰兰联系个好学校，让兰兰跟着我，她可以到北京上学嘛。你不问问兰兰愿意不？她这么小，懂什么呀？她要是不愿意呢？那这事儿由不着她呀。你现在的老婆要是欺负她呢？越说越不像话了。要是你现在男人欺负了她呢？兰兰将来怎么做人？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？名声那是可以杀人的。你们还知道名声？让兰兰跟着我，那是为了换个好环境嘛。狗屁好环境！我和兰兰跟着你们把罪受够了。你们一吵架就摔东西，恶声恶气打得一塌糊涂，我吓得不敢哭，在被窝里打哆嗦，恨不得去死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你们脸一阴下来，我就觉得自己是祸根，紧张的连气儿也不敢出。你们吵完了一走了事儿，我兰兰只好啃着饼干，对着水龙头喝凉水。你们闹了五年离婚，我和兰兰就受了五年罪。你们从来就没想过。这是谁造成的？怪谁？你说怪谁？你问你妈，她最清楚。我要问的是你，你对得起孩子吗？这家要是好好的，孩子能成这样？孩子弄成这样是我造成的，是你提出的离婚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今天你当着亲戚你说清楚，我为什么要提出离婚？你敢说吗？出去，出去吵去！你比你妈还不讲理啊！你们都走，我让你们走。裴叔来了，再把书摊搞起来。我马上要当政协委员了，是吧？不卖那些书了。不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你爸你妈呢？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哪儿来哪儿去了。兰兰放暑假了，我想让她从今天开始每天在你这儿，行吗？守株待兔。接住，接住，再往下放点。好，你好，好了吗？哎，来，哎，给这儿再刷点啊。这边，这边点。哎，这个放这边。我自己会放。好吧。给。哥，你来一下。嗯。哥，你发现了没有？青青现在看人眼珠子是直的。上班下班都忙，没法不直。我知道你喜欢青青，她也是我的老同学，可我现在开始担心了。她就这脾气，这脾气挺可爱。你得了吧，你们这事儿要是真的成了，她要倔起来，我看有你好受。康伟，榔头再给我用一下。哎哎，给。
我要是进了监狱，他一倔起来，还不等我一辈子？你什么都无所谓，怎么对他这么死心眼儿？你不知道，我也倔。九号分歧点也很相似，你看这儿。十二号分歧点也很相似，三号分歧点现场指纹无法显现，不太好进行同一认定。小刘，啊，给大笔挥一下，人家叫组长签字了。党员自我鉴定，哼，这份住房申请，这我签字管什么用？你签了，科长再签；科长签了，处长再签；处长签了，转行政科研究；研究完了，还得副局长签。我签了字，屁用也不顶；签一万回也不顶用。把其他嫌疑犯还有这份我的退休报告。是陶兰兰的案子？是盗枪案。啊。谢谢。哎，老赵，那天你当着处长的面给我出了个难题，你的理论根据是什么？我有什么理论？我不过那么想了想，好像有种感觉。干咱们这行的，人命关天，好像可不行。你知道咱山东有个韩福举吗？那谁不知道？是军阀吗？哼，他办案子就凭感觉，他把犯人拉到面前一站，面相好的抬手就放，面相不好挥手就杀。啊，我成了军阀了，我要是韩副局啊，我看你们的面相都不好。哎，老赵，退休了以后你可以去上老年大学，真的，现在有老年大学挺不错的。开欢送会的时候我们给你带花放炮。带花放炮，扫地出门啊。这相机啊，光圈焦点你都不用管，距离保持一米左右，摁快门的时候啊，手别发抖就行了。给我，哎，你比划比划。哎，这太近了，太近了，人脸就变形了。这行吗？哎，哎，这是干嘛的？哎，这你可千万别，这一按后盖就开了。你怎么三心二意的？让你干什么来了？这么演行不行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师傅，几点了？七点一刻。谢谢。干什么的？上车吗？哎，师傅，对不起。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一百，好了，睡觉。再糊弄糊弄。谁呀？是我，青青。怎么样？
自己看吧。兰兰，快出来！怎么是我？拿着。怎么回事？你根本就没照上。看，这只照上了我给你试拍的那张。人家说你漂亮，准备贴在橱窗上做广告呢。你笑屁！你不是说都弄好了，只管按就行了。不会没电了吧？我给你装的新电池。相机呢？嗯。哎，这个你打开了没有？相机里的人我都看见了呀。哎呦，你可以当88年十大新闻人物了。孩子皱眉头不好看，弄来弄去还是女的吃亏。像是旧小说里看来的话。我是妇产科的。劝人是件蠢事儿，我现在就是个蠢人。有三种工作对人了解最深：妇产科、法院和殡仪馆。人是什么，你应该明白。人总要生下来，发育长大，衰老死亡。你想说什么？别兜圈子。青青，有些事儿你过分了。要是你妹妹，要是换上你怎么办？至少我不会再增加她的负担。我就知道你害怕负担。相机再借我用用，我会用了。哎，没事，睡会儿。你还可以睡一个钟头。尤其是在情绪性犯罪过后，犯人为了隐瞒犯罪行为，会设法毁灭证据。他会害怕目击者或警察的跟踪，或者受害者及亲属的报复，
处长得签个字，行为不稳定，甚至产生新的犯罪动机，或由于担心自己被发现，或因为对自己犯罪的结果感兴趣，对周围的事物会变得敏感起来。哎，犯罪者也可能欣赏留恋犯罪现场，或极关心被害人的情况。你的房子我抽时间找副局长，一定满足侵犯本能或情绪上的要求。也有相反者，有的罪犯出车总觉得现场可能会留下证据，而时刻保持着警惕。你比处长资格还老，退休前该给你长一级了。不是资格老，是牙口老啊。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干侦查大名鼎鼎啊，怎么后来不想干了？不是不想干，是干求不成了。还有干不成的，警察抓他爹公事公办嘛。那时候抓的都是像你爹这号文化人，抓了哪来的你啊？你要一直干下去，怕是处长都见晓了吧。咱没那本事，整个车就得了。那塔楼上有个亮光，那天在陶拉拉案件的现场我也见过一次，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老赵，你看见太阳了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吗？别笑，那塔楼上有个修车行，查过没有？还能不查，有本没本的都查了个遍。这不，孙大生就是那修车行的老板，曾因赌博斗殴劳教过三年，案发时他不在现场，又去赌了。哎，你说这小子有救没救了？哎呦，哎，马失前蹄了。好马也会失蹄的。不行，快点，马上上去查了。谁叫下？放开我！别，少拉我！你马上点去了。等我一下。我是记者，你采访权的，你为什么派人拍照？你是记者，我还是警察呢。啊？他有点啊，嗯。刚在个体户会上表扬了你，怎么摊子又支起来了？人大常委给我免了，政协委员也给撤了，老母幼妹又要吃饭，没办法。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吧？别人都提抗议了，说学生们都让你们这号人给教坏了。除了欺负我们，还敢惹谁呀？当年的红卫兵怎么样？谁教出来的？你再会贫嘴，你这摊上卖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低档次。哎，我里边一屋子的好东西，莎士比亚全集、郭沫若文选，你买不买？哎，猪吃杂食，羊吃绿草，各有各的料嘛。那像卓雅和舒拉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你为什么不卖？这个。你请教出版社吧。哎，买书啊。哦，多少钱一本？一切向前看，把人心都搞坏了。一块五。你这书又脏又破，还不折价？啊，折折。偶尔有一两本好书。你慢慢挑啊，慢慢挑。兰兰，咱们定个协议好不好？这种书你不要看，主要精力放在功课上，行不行？你要看书就看这屋里的，别看外边的啊。不反对就是同意，咱们拉个钩。嗯，进屋歇会儿。
我不跟青青说。李长伟。哎，来了。长得还挺漂亮的，管什么用，脸皮已经发硬了。几床的？七十三床的，是对双胞胎，他妹妹一生下来就死了，是被他的脐带缠死的，这个姐姐恐怕也活不成了。七十三床真惨。惨什么呀，一听说是女的根本就不想要，说要是活的话抱去送人算了。真他妈混蛋。青青，我听护士长跟主任说要把你调到病房去。为什么？说你最近老迟到，总是丢三落四的，怕出事故。他去跟院长说，我也不走。哎，你轻点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上车吧，我送你们回家。不用了，你忙吧。赵叔叔，你忙吧。新的，谢谢，太麻烦你了。麻烦什么？最后一次了，我退休了，再过一个钟头，人家就下班了。下班前我得把车交回去。这不，组里人送给我的玩具，啊，是送给我孙子的。那以后你就可以清闲了。清闲了。麻烦你一次，把我们送到青青书屋吧。
就不管我，没人管我。吃的喝的不都给你买了吗？你不是讨厌我管你吗？我就看见那个女人了，她拿照相机照我开车的，她肯定跟那个小女人有关系，要不然就是那人。过来，你他妈过来！到我这儿来以后，开过修车行的车吗？没有。我这人知道你会开车吗？不知道。没事儿，那女人正好说明公安局还没有目标。从今天起，你一步也别离开这儿，跟谁也别多说话，也别去修车行。这种花案，时间一长就过了，过了风，我再把你送走。别练你那破玩意儿了，有劲儿没处使的话，给我捶捶腰。是这个吗？这个呢？哟，照了一半。这张像不像？这个呢？你看，这张像不像李长伟？像。你看，这张像不像？像。青青，你这照相算是练出来了。嗯。真的，大有进步。生的时候轻点，一床好轻，一床。去消消毒。再一再二，也不能再三再四。你有妹妹，我还有儿子呢。不分男女多好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你说，人要是会飞多棒啊，想他们到哪儿就到哪儿，谁也找不着。你好了？啊？脐带绕颈一般都是1到2周。像这种3周的实在少见。
青青要是不打瞌睡，早点检查，也许不至于。青青，少吃那药，没好处。青青的检查间隔没有超过规定。你们把这个病例整理一下，再核实核实。是值班护士，我是，在这儿呢。打死他！你就是打死他！你还我孙子！你们让他们还我的孙子！你让他们走！这样找了半天了，你们都找了半天了，你撇了这样好好的男孩啊，一直好好的，怎么到生的时候就不行了？啊！我跟你们没完！跟你们没完！能这样吗？跟你们没完，没完！杀人了，医院杀人了，这不是叫我断自绝孙吗？你放开人呀！杀人了，出去，出去！老话外面说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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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兰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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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兰兰。轻点，轻点，兰兰还没醒呢。晚上自己跑来的，说要在我这儿，我怎么劝她也不听，要送她回去她也不肯。她为什么？她说她怕你。怕我什么？我没问。青青，我求你件事儿，你带兰兰出去玩玩吧。去哪儿？哪儿都行啊，只要离开家，越远越好。你要是跟兰兰换一换就好了。你害怕她，那你就能住到我这儿来了。成人之危，心里够他妈阴暗的。青青，咱们出去玩吧。咱们三个一块儿去，今天就走。那不行。你还有书屋呢。青青书屋。
非得今天晚上走。那书屋呢？嗨，关几天门，饿不死。哥，你这恋爱谈的真够绝门的，我看你不像他男朋友，倒像是他爸爸。那得了，你先把我的事儿办了，完了再开导我。我一会儿还得把他们叫醒，还要收拾东西，我还要白费劲儿。哎，哎哎，别忘了给兰兰买个小望远镜啊，她说她喜欢。起码五年不准回来。哥，要是公安局追到那儿抓我怎么办？只要你在那边别再翻了，谁也找不着你啊。这种事不是命案，不至于全国通缉。哎，过来，抱着我的腿。哥，这是干嘛？这是我最后一笔钱，就怕你小子有今天。哥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天天给你烧纸。我已经让小琴给咱买好了今儿晚上的火车票，啊！哎，青青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青青，哎呀，你看这，嗨，哎，我说青青，这，哎，兰兰还在里边呢。你马上带人控制住那兄弟俩。哎，小张，哟，通过电脑赶快查找孙大成材料。是，你派车去接陶兰兰，准备侧面辨认。让我去接吧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别乱跑。哎，我去取钱，然后直接送你去火车站。找块布，把头包上，快送医院，快点！青青是害人精，你们是混蛋，你也是混蛋！哥，后边有车追我们。我们的，哎，
死！对，战死！快，快下！哥，咱跑不了了。你他妈什么事也干不了，现在只能拼了。哥，我去堵后门。你赶快上楼。这座楼有没有其他通道？那边有个后门。这不是个老手，我们可以从多方位迷惑他，不要轻易下手，要绝对保证人质安全。知道。老板，你干嘛没完没了？本来已经没事了。骗我！楼梯上的人，马上释放人质，交出武器，马上释放人质。楼梯上的人，马上释放人质，交出武器，马上释放人质。你们先放！楼顶上的人，马上释放人质。上去，走。老赵，你胡闹！下来，你违反公安纪律。我已经退休了。走，打开。他是你哥哥，对吧？他是我女儿。你枪里还有一颗子弹，我有五颗。别乱动！不要走了，哥，让他站住。倩倩，别乱动，你听他的。楼顶上的人，马上释放人质，马上释放人质，只有立即投降。你们怕我杀他，对吧？那你们也别杀我。楼顶上的人，马上释放人质，马上释放人质，只有立即投降才有可能生存。本来已经没事了，谁让他没完没了的？必须立即。破喇叭别喊了！马上释放人质，喊得我心烦。哎哎！
走吧。没有，没几，没几，就那几点，别紧张一下。你老打，我看一眼，我就。